Interactor 哈，然后呢，它也是一个自创的一个这个物件。那这个物件的话呢，哈，它实际上利用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一个物件，也就是以后只要是 corrections 跟那个 sets 界面啦、啊，或者是 arrays list 的这个界面的话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。那这个方法里面呢，哈，它可以直接帮我们把资料调出来，就用 nest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是不是还有资料？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用这个方这个物件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？has nest 的方法去判断说到底还有没有下一个资料。如果有，哎，就继续帮我读；没有的话就跳移了。啊，所以其实呢，就是判断是否有资料。那其实这个感觉其实也真的还蛮像资料库的存储啊，只是说这个集合物件的话，哦、啊，那我们怎么取出哈、啊？其实就是由这个判断。然后取出由这个来取出 ，OK。那实际上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地方的话来看一下执行起来。第一个就是说呢，哈，这个内容部分有这三笔资料，这个我想前面都一样。那取出的方式的话呢，就是判断，所以他会先读一笔，那读一笔之后的话呢，再来就是下一笔，再下一笔，所以会把这三笔给抓出来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这个 hashset 的话呢。它取出的顺序不见得说按照我们的排列方式，所以你会发现先江小鱼，再陈允杰，再吴老师，把这些把它读出来 ，OK。我想各位试试看，利用这个方式呢，把这个资料如何逐笔的把它抓出来 ，OK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当然这个地方的话，基本上，除了在这个用hashset 之外的话，其实其他部分也是一样，你也可以这样把资料逐个把它抓出来。